好讲，而且检查，而且好，啊，你即马讲解，你专员讲的啊，你专讲的，系啊，对啊，啊无即马是安怎？即马是安怎？不是啊，我你正经交阮迄个协议同意好啊，即马如果你解过来，你讲啥共款啊？无共款，阮就是讲讲内底有啥问题，说讲直接点，直接看。我问阮专员者。好啊，无紧啊。内底三十二嘛，无讲检查嘞，正经十二是安尼嘞。我不晓得。哦。要紧啊，问伊嘛唔知影，因为每一届嘛无共人。拢无要检查，或者是讲伫遮，拢无要检查。无啊，我就是阮来看到恁检查了，物件直接送入去啊。正常模式就是安尼啊。摄影诶，里面不能摄影哦。我们规定里面不可以。无啊，阮摕手机啊，尔啦。他在摄影。哎，啊，摄影是过安怎了？内面未使摄影诶。啊，无你规定检查我看。是啊。好啊，脸刚你搞个碰到一块。对啊。里面不能摄影。好。那你说。喂。可以看。啊。不是啊，是啊，人家公家跟在下，人家刚刚上你去检查，人家检查把电梯交起。当然嘛差，当然嘛有差啊！我直接我看到删了，直接送去普通公司啊。啊，所以讲恁证件拢搞生效了，对哇？什么叫生效？不是啊，证件恁讲，恁就答应讲直接检查了，就直接送去啊。啊，你看跟我看是什么差别？当然嘛有差，我就是状况，就是伫个北港内底食物件食了有问题，阮逐个拢当然嘛烦恼。啊，我是个人搞什么利害关系啊？我唔知有啥物利害关系啊，但是都是安全心啦。全程露营嘞，算全程露营，露营啊，露营嘞，露营我讲，我正常甲恁讲，叫恁专员摕迄个压力过来互阮看，搁叫林家良提问互恁，到即马嘞，无看电影嘛。他这个时间在收工时间，他就不能出来，没关系，他去检查就好。他说他指示我说，你们想要再检查是吗？不是啊，过去就是安尼啦。好，那就那配合，这个讲好啊。好，啊，所以讲今麦是安怎？今麦是这个大哥讲的无同，或者是讲你讲的叫叫什么？那清楚，我不是跟你讲安尼。哎，我讲讲不要你记啊。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啊。你还是问专门规定不清楚而已啊。我们规定不清楚嘛，你讲嘛，规定不清楚嘛。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一定要在哪边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上面。好啦，我给安尼都就为你也要配合我。我先五零三三嘛哈，一共啊，尊都省的对啊啦哈，好啦。哎，搞清楚，我唔是小天良，唔是恁管的哈，也搞不清状况啊。变会让我们会起疑心，好不？因为状况都是伫北港上。大八个月，食到身体拢出问题。无要紧，我即马咱先检查，先互总统食，这咱豆豆处理拢无要紧。我们还是要回报那个嘉龙林嘉龙那边的，会请他帮忙协助处理一下。对，你们这种这个是很单纯的事情，可是你们都会把它搞得很复杂。对，觉得不知道。那个专员像他这个时间，一般的受刑人，他们要从公拿回社房，他们是要在这边监督，他们真的走不开的。我跟你讲，法务部下的那个是总统，是在培德监狱，培德医院不是在台中监狱。你们这样讲都是
自打嘴巴嘛。他不光落来规定哦，今麦我提个门来给你看。不是这样。哎、欸，赵总，麻烦这个麻烦那个部社长过来吗？嗯，这样子我们来做一个测量。刚刚是啊，我们他们也没有恶意啊，他们是真的。对啦，你们都是最基层，你们都没恶意，但是我让你规定就是立了大概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大概清清楚楚早上来是都一直在变，就是不一样。到底是要我们要怎么弄你？像我早上来跟下午来的状况就不一样了。早上来是啊。因为我们也不是要为难你们，因为大家都基层人员嘛。我们穿制服就是我们这种穿，但是就是说你是个方，那个只能有时候。我这节目肯定你装扮我公公来家送餐，我们不是受选，我们是领过来的，他拜了大家小尊重一下好不好？不是啊，那个你们规则是不是可以一致？对啊，规则一致啊，你不来，你执法标准都爱一底啊。我们穿制服只有200多，将近300个、啊。他们这边轮班，我们来占职位，可能会职员有不同，然后他们可能规则没有交代清楚，就会有这样子认知上出。是这样子吗？因为早上来也是外面那个大哥他亲自进来点餐的，可是下午他的话方法又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要一致的规则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规定不一定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啦。真的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不好意思哦。这个要先放下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样子会翻倒。嗯。